钟兆正据台媒有消息，《鲁冰花》作者钟兆正于5月16日19时去世，享年96岁。钟兆正于1925年1月20日生于中国台湾新竹，毕业于淡江中学、彰化青年师范学校，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，后中途辍学，任龙潭小学教师。1951年他于自由谈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婚后，自此笔耕不辍，一生写下了逾2000万字的作品。其中最具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当属浊流三部曲《浊流江山万里流云》，以及台湾人三部曲《沉沦》《苍冥行》《插天山之歌》《鲁冰花》《鲁冰花剧照》。其最为脍炙人口的则是1960年发表的首部长篇小说《鲁冰花》。1989年由杨国立导演、吴念真编剧的同名电影公映。当年珍妮在央视春晚上翻唱了同名歌曲，曾抒情原唱，勾连起两岸共通的情感，至今仍是两岸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